双北租房四种形态，老宅共生室友平均28岁。双北居大不易，据内政部最新公布，2018年住宅需求统计，台北市近50%，新北市约40%是租住。租金接受上，台北市18.7%，12000到未满16000元，13.8%落在16000到未满20000元。新北市有近20%可接受12000到16000元。在高租金时代，租屋也流行起共享公寓。一般租屋常是1层楼隔成多间套房或雅房，个人独享空间。近年兴起的共生住宅跟床居，有同伴可以聊天，除了房间之外还能共享客厅、厨房，周末举办各式活动与室友联系情感。租一个床位6000元起。业者九楼表示，去年入住者平均年龄为28.4岁，今年范围落在20到63岁，男女比为45:55，职业比7成为上班族。不过有的人则宁愿多花个几千块买到个人隐私。目前以月租15000住在大安区28岁的徐先生，对于共生住宅的概念则不会接受。苹果新闻网的报道是又快速又公正，让我们一起支持苹果新闻网又快又好，属于大家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